疫情升温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。为着并影响的往来文化园区，也加强防疫，采取十连制，挂嘴安、量体温。园区方面也家己制作往来加速消毒水，为民众来消毒。现在疫情升温，位于闽香乡的往来文化园区也加强防疫，每一位进出的人员都要进行十连制，并且要戴好嘴安、量体温。园区内底也家己调配了有往来扫扫的消毒水，为民众来消毒双手，还有园区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当然进去的话，量体温，然后消毒是一定要做的。那而且我们每一批的客人，只要位置我们招待完之后，每一个桌子每桌子都还会再进行一次的做酒精上面的消毒。这样，往来文化园区嘛利用隔板和人客来分开，在室内空间内底嘛进行人数的管制，同时在人客离开了后会随消毒，并且是定时消毒隔板啊，佮室内空间。目的就是要防堵疫情，同时也希望疫情较紧来结束。世新新闻陈义成、闽雄乡采访报道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王章良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有人问我安尼到底要安怎？虽然严重，但是大家唔通恐慌，拜托大家做好三件代志。无必要的时阵，请大家迈出门，挂嘴罩，加洗手，做好这三件代志，真重要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按照政府的指示，大家团结对抗病毒，唔免惊。拜托大家，无必要的时阵，迈出门，挂嘴罩，加洗手。感谢，多谢，努力。输棋可以重来，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。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，设计属于你的未来。在嘉义县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、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，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，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。